围墙打头了，真假的？队友来了一个，炸倒了围墙。别炸，别炸，就一个不知道在哪。我的。我给你封烟了。就一个好像在架枪吗？ 他找位置，找了一个，找了一个，DP，车后面不好补。我觉得围墙趴着了。OK OK， 他也不好救，听脚步就行了。他们去大厕所吗？牛逼牛逼牛逼！好点。加烟的可能有。加烟里面有，加烟里面有。好，加油雷，加油雷，走。他们要动车了。操，一箱刀。 等一下可以救，你别急。我封个烟，我封个烟，我能救他。近点脚下，先脚下倒了，远点。打呀，我打呀。刚拉的，直接打死了。没在打我。在清房子好像，打的是金枪。我开着车过来啊。南边可以整。 南边可以整，我爬到你，我看到我了，找了一个，死了，看到了，有个头确定，哎，有，白到了，白到了，我压了，被打残了。 走走走，有雷！可能是四打二打，二打三了。冲一下左边的，左边可能是裸的，我跟你。还要把车后，左边车后，没雷了吗？他死气要顶上来了。哎，兄弟，你上，我把他偷给扣了，兄弟。兄弟，你们看一下他，你自己管这个人好吧？这人交给我管。感觉一下要拉了。 冲！我这边顶我了。嗯。他出，那个朵拉还没处理掉，只能自己了。哎，我看他。是是。他近点，他近点。我帮他。自己打，近点就一个，自己白，远点两个。别炸，别炸。再见，波。 操，还有个火箭筒，没办法了，我想打云林。